我是刚刚列车长呢，2009年7月16号，瑞邦的龙呢，9:23分24:02，永阳线高速澳新的超主维修区快车用8810，超主维修区快车，在瑞邦的公民车门准备驶离。拜拜。我下面跟班长们都电话打就完，没人拿，拜拜。